随便算了。下个月初可以啊，下个月点完就尾牙，也不一定要出啊，中也可以看看啦，前一两个礼拜，因为瑞克先生剪发我都不会答应，真的要尿你就去尿啊，尿完直接去火锅店，谢谢。那好了，这个先生，这位先生他叫这个，这个发型师剪发很快又好看。这个真的很干，我看他剪就知道。睛是重点，对啊。哇，这个造型不一样哦，从来没过的。有啦。没有啦。他跑得不到。造型不一样啊，最新造型。